其实每个男人都不容易，太多的事情无法。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一段大衣哥买车的视频，在配文中表示辛苦大半辈子了，想给自己买辆车，又怕人说他又飘了，大衣哥真不容易呀。视频中大衣哥还是熟悉的装扮，一身深蓝色的上衣和长裤，斜挎着皮包，打扮得相当朴素，衣服有些泛旧，布料似乎都有些褪色，还是大家印象中朴实的农民形象。视频中还可以看到，在大衣哥身边围绕着不少路人，还有人拿出了手机拍摄。看到这条视频后，有不少网友留下评论，表示大衣哥自己想买啥就买啥，不需要顾忌他人的想法。据悉大衣哥在村中生活时，拍摄者总是无孔不入，每天都有很多村民和游客聚集在大衣哥家门外，甚至不惜闯入大衣哥家中。如今大衣哥买车，拍摄者也都紧跟不放，也真是很不容易了。其实大衣哥想要改善下自己的生活是很合理的，大家不要过度解读了。